我很期待跟他拿二番，也是一次复仇的机会吧。轻量级上半区的冠军之战，伊布格勒对陈生辉第一回合，他跟去年差不多一样，看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。再走，又是头，我这又是头，我这刚才这个。这场比赛肯定不会进入他节奏里面，就有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一口气吃了他。你后面还有一场比赛，你还是有机会的嘛，所以这一场你不要输得太惨。 雄鹰伊布格勒，蒙古波克摔跤是他的技术核心，经常利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呢，来为自己的打击做铺垫，失衡追击的代表人物。被誉为地面摩写之王的陈生辉，以柔术作为自己技术核心的选手啊，地面弹跳技术非常的强。